我们觉得这个参加这个小组，对我们是一个很高的荣誉。我们这个，因为人人享有可持续的能源，是一个这个社会目标啊。当然，它含有经济内容。这个能源呢，应该说对人的生存条件来说，是一个基本的保障。这个没有能源的话，这个生存条件就会大大恶化。很多这个贫穷国家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啊。中国呢，现在在这方面有了初步的成就，但是这个还很不够。我们要在几个方面继续努力。一个呢是传统能源能惠及千家万户，惠及人民群众，这样就需要把这个天然气的管道，还有这个像电力的这个管电力的这个电网，能够送到千家万户，而且这个保障这个。在传统的，比如煤电，和这个用石油天然气发电，这个设备呢，能保持良好运行，提高运行质量，使人们群众能够持续享受到这个稳定的这个能源供给。这个另一方面呢，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新型能源上头，我们要投入最大的力量，比如太阳能、风能，还有地热这些这个新型能源上头。它的这个提供的潜力是巨大的，这个我们现在的技术呢，正在面临新的突破，这个很多新的能源技术已经开始应用到，社会生活当中去，已经见到实效。我想这些这个，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在全国是支持新型能源最多的银行，我们在全国基本上所有的新型能源的开发商。这个制造商，我们都给予这个信贷的支持，他们在这个不但在中国国内，而且在国外也都发挥了很好的积极作用，把这个新型能源，像太阳能啊、风能啊，这个扩散到这个中国的每一个偏远地区，特别是贫困地区，然后这个太阳能这些能够在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，都得到应用。而且在国外得到大规模的应用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的，因为这样的我们可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直接依赖，可以更多的使用这个直接的能源，让他们能够为这个可持续能源发挥作用。因为最说到底呢，最终人们的能源将会更多的来源于可持续的能源，而不是来源于这些化石能源。要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，是最重要的这个地方，是最重要的这个内容。我们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做的工作在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，而且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一个起步，我们愿意在今后继续做好这些方面工作。正如刚才陈董事长您提到的，基于化石燃料的这些能源，其实也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对，重要原因之一。同时呢，您刚才也谈到了这项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的三个重要的方面，一个是提高能效，第二呢就是关于可再生能源的提高的这个使用，第三个呢就是人人都享有现代能源带来的这种惠益。对，这个，我觉得这第三条来说，对我们来说应该是，特别的这个重要。有更多的困难，因为这个全世界这么多人口，那每个人都有这个可持续的能源的话，那么需要能源系统变成一个巨大的这个产业，这个而且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啊，社会工程。它要惠及千家万户，惠及每个人，这需要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能源技术和这个设施上的新的考虑，也要在投资领域更多的考虑，是个人享有，是每个人都享有同样的这个能源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做到的。但我想呢，我们经过大家的努力，还是可以做到的。